非世卫组织认可的大陆疫苗，要还是不要？对广大台湾同胞希望尽快使用大陆疫苗的愿望，是顺应还是不是？你是骗大人是吧？为着监管，哦，要骗两千五百万的台湾人是吧？啊，你去监管去，我给你算出来监管呢。我给你算出来监管，你要骗我什么意思呢？不要私检哈。你是有什么管呢、我就是做不到，在我的任期之内要把台湾的国号改为台湾共和国，我做不到。我也相信李登辉前总统在他过去的十二年的任期他也没有做到，纵使今天总统给他做他也做不到。